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很像你吗？我这个功能已经被我妈带走了，我9岁以后就再也不会笑了。总觉得她潜意识里把小盘菜当做童年的自己了。不用挂掉了，先马上手术，通知病人家属。我来说，这是唯一的女人，我以前没工作又没有男人的。你儿子还没骂呢，他容易吗？你们告诉他，妈妈爱他，你爱他，你还扔下他，你都不管他死活了，你有什么脸让他坚强？他坚强给谁看呀？都不骗人的。都过去了。 都过去了。这孩子我救定了，因为我要收养他。我切除，会导致发育落后。如果现在台上躺的是您的孩子，您会怎么办？亲还是不亲？林大夫怎么走了？怎么换周大夫主刀了呀？凭什么让他一个人承担这么大风险？如果他想还你一个清，长大，每天晚上7点半，星空卫视。